乔薇是我杀的吗？怎么可能？乔薇，凶手就是他，他就是凶手！把人给我抓起来！不要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这个凶手！起来，起来，放开我！放开！起来，放开！老实点！你这个畜生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还说，你还想装？我告诉你啊，老太太的中风早就好了。 我能不能早就好了？哎呀，古风，这个事儿我们就先瞒着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你正在休息的时候，我替老太太诊治。哎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醒了。 老太太，你说话吗？我扶你起来啊，来，来，慢点啊。老太太，你醒了真是太好了，我现在啊就去告诉古大夫。怎么了？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芳芳，这杀死了王爷。什么？这气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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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娘，老实点。展兄跟我说，是他让你装病，这样防城才会露出马脚。没错，儿子，你太善良，也太正直了，所以展兄告诉我，我暂时不要告诉你，我要说话。 也能走动，这样才能引出这个狗贼。报告，这是从老太太房里搜出的凶器。报告，那些帮防城作伪证的全都抓起来了。嗯，还有。 在防城车的后备箱里，发现了忍冬父亲王耀的血迹。爹，你这个恶人，怎么可以这么过分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过分呀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忍冬，你冷静一点。其实我们早就知道，王耀的尸体是被人遗弃在第二现场，只是一直找不到第一现场。 我们也早就怀疑，其实真正的凶手就是防城。好了，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，到时候还要麻烦各位到警局来作证。谢谢，谢谢各位了。带走。等等，谁能告诉我，蔷薇到底怎么样了？蔷薇呢？你这个败类，滚出去！ 哎，古风，你好好照顾老太太，我先去趟警察局，回头我得去看蔷薇。仁冬，娘，你爹王耀的仇总算报了啊！你的亲爹就在你面前呢。 你说什么，顾大夫？其实蔷薇是我和房城的私生女，忍冬才是您的亲生女儿。啊！你才是我？为什么？
风儿，没错，忍冬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当初是方程掉了包，我要临死的时候告诉我，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。爹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真的是我女儿。爹，爹。乖女儿，乖女儿，爹错，是爹让你在外面流浪受罪。没有，我不觉得，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忍冬，不，忍冬，奶奶，哦，奶奶，对不起你，要不是当年我对方程不好，他也不会掉包，这一切都是奶奶的错。奶奶，因为你以前不知道我的身世，所以我不怪你，我真的不怪你，奶奶。日冬，你还可叫叫我奶奶？您本来就是我的奶奶。记得我小时候刚进顾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您好慈祥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您是我的奶奶，我该多幸福啊！现在好了，您真的是我奶奶，真的是我奶奶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冬奶奶对不起你，谢谢你，我奶奶对不起你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了，娘，好了，好了，忍冬。来，站起来说话，站起来说话，起来。阿姨，啊，不，娘，娘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娘啊。记得我刚进谷家的时候，您就照顾我，疼我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好想叫您一声娘，娘，娘，我的乖女儿，好了，忍冬。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古忍冬。爹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还不能姓古。虽然您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可是他却养育了我这么多年，他死了可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，我必须安慰他的在天之灵。还有娘、哥、妹妹，他们永远都会是我的家人。爹，我知道您会理解我的，对吗？忍冬啊，你放心，我们谷家以后一定会照顾王家的生活的，让你妥妥当当的，不要有后顾之忧啊。谢谢你娘。胡大夫，
账房的事我已经通知了警方，现在警方已经把他带走了，公司的账目正在重新清算。韩冲，我知道你处理得很好，以后两家公司就合并，就让你来管理吧。啊，这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只是你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，继续努力，一定可以的。娘，奶奶，真是太好了。真是太好了。这个方程一直瞒着我在做假。